真的，咱吼整个宜兰县，咱讲几啊届啊，全面开放水域，咱讲吼，咱宜兰你知道？咱讲透条来讲吼，宜兰好山好水，都、就是无一个好生水的所在，关键嘛。顶届我嘛讲过啊，怎么开放呢水域？起码真侪人，我相信讲，很夏天到了，真侪人会在咱宜兰。不管东山河一个湖域、海域，他们去玩水，他们都很啊。尤其真侪人来咱宜兰爬山，爬山无禁止嘛。啊，是啊，咱耍水，咱去啊禁止干嘞。咱是啊，伫水上活动，咱就要干嘞，要穿游泳池安尼来管理，管理哇。你认为开放水域对整个宜兰县的观光有好吧？谢谢陈议员哈，陈席议员。那呢，对宜兰县，因为呢，我们的环境好，空气好，好山好水好环境啊，这嘛是咱的特色，嘛是咱宜兰吼啊，感觉非常光荣的啊。所以呢，对于我们的这个水域的管理政策原则呢开放的哈，但是例外呢这管理的部分的详细情形，我们要请工商旅游处来说明。没有了，工商旅游处不用说明了。我觉得我们工商那个旅游处处长，你要换，赶快可以换。一号金箍猫，对很多事情我觉得哈，在整个我跟他开会哈，讲一套做一套，那都不赶快。讲我开放水域，其实要简单的话，对咱宜兰县，不管外人来，那边要来佚佗，管理嘛，你还要督导，阿妈更忙，必须对这边啦。我跟你讲，免惊人死啊，啥货啊啦。其实玩水专家也要生水的人，他敢下水，他就要自己防备。那清楚说明，比如东山河他要去哪里玩，那简单的说明，只要线上港共翁一边搭胜，哪时候下水，哪时候上来。刚刚讲起来，我相信讲，现在网络 APP 什么都这么发达，对不？那没管制管控人数，对不？不要让他营业有营业的行为，那不行。以内十年的他要申请，我怎么开放水域？我觉得哈，我们要赶快去研议啊，管理吧，这是你重要政策之一啦哈。你别安那来，让宜兰管带动整个观光人潮进来，爬山 OK。可是呢，水域活动，我感觉对整个宜兰县哦，像咱台北、基隆河、爱河，人家申请是很简单的申请啊，很容易的下水。可是咱宜兰县呢，搁搭，遐嘛限制，遐嘛限制。像讲那一天他们在抗议，去迄个咱那个绿博咧抗议，你讲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。可是啊，你入园就要缴费，对不？怎么带动？啊，是安那让他业者可以那边营业，因那是营业，因那是伫营业，因是规定人兴趣，希望讲啊，水域是公共财，大家拢是白。结果呢，咱去行这东行这西，讲要行万几块收的，唔好啦，管住嘛。你也敢看吼，敢看穿山的嘛危险嘛。像那好山台去耍，好水袂使耍，这对咱宜兰县是一个大笑话。我希望说咱管住这边吼，爱去迄落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赶快，你对这个你有信心哦，赶快给它开放，简单的开放就是用，哦。好，谢谢陈议员哈。我们县政府会来滚动式的检讨，在不危险的前提之下，依序来开放，循序来开放。不是、啊、线上报名，你老公啊，外面是到了最，我们可以很多的地点给他们选择嘛。只要你来报名，我你看哦，你有来的，对不？啊，你回来，你时间让他们在，我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有管理，不是没有管理，其实很安全。那也要送出去了，他们装备都很齐全。那免惊啦，好不好？管理嘛，不用怕。好，咱台湾哦，山港已经开放了很多的山港可以去垂钓、去钓鱼啊。结果呢，咱所有港今麦要滴禁止了吼。啊，咱今麦讲开放一个迄个啦，朝阳渔港、乌石港也没有开放。其实所有港滴早年的时阵哦，不管南地、北地，暗时也是不夜城啦。啊，即卖因就是讲为着修复堤防的安全，堤防的安全，
因起来禁止我袂使入去。啊，即马佫讲嘿，因为国防的需要、国安的需求，公安的袂使去钓鱼啊。以前就拢去钓鱼啊，说对钓鱼啊，甲国安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？啊，即马讲第一讲会钓鱼啊，来看你的迄个什么国建国造的，敢袂可能？对不？现在卫星看到他咧看报纸咧，卫星开看报纸咧，伊即马佫啊国安问题。观众啊，这不是国安问题啊，这我觉得是县府我们要积极有作为，去到那个咱那个三咱那个港务局那边协调。所以啊，三港都开放了，咱所有港工诶，国安问题现在不开放，那依照怎样来可以开放？观众啊，赶快这个措施很快很容易可以解决。过来，南京嘛乌斯港花费那么多钱整修，整修什么？农会处长。咱这一字体的咧，做啥物开偌侪钱？跟陈议员报告哈，我们现在一字体这个部分是禁止垂钓的理由，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危险性很高。不要，阿新马现在不是有改善措施吗？那目前我们可能已经选定，已经有跟中央也建议，中央也在对于乌斯港的。他现在一字体上面有修设的什么？我做啥物啊？没有，他现在是做栏杆了什么？对，那个部分他暂时不开放，他另外开放乌斯港北堤。好啊，北堤这一边他已经预计六月份会完工，就会来开放。县长，既然我们在一字堤花了那么一千多万，花了那么多钱，这一些栏杆上面还有厕所吧？啊，那为什么不开放？啊，你我一个人小高应该拍了一死去啊，讲安尼我不爱。那是他的装备的问题，咱今麦去安全措施大家确决嘛，上去啊，钓鱼啊，人靠第一难关，还是讲在外乡，我相信对，那是咱一个人，咱宜兰关一个观光财之一啊，关对吧？哦，就看各个开放可以钓场，有进阶、进后的钓场，我们怎么去开放？关对，你有信心不？包括哦，就看这里一字体这里，你太远，你答应人讲啊！我当时我来做，结果呢？是你下骹甲你骗，还是啥物啊？还是下面怕死讲有人死，咱就无去啊？啊，有人车祸，你就无去塞车？啊，路下拢死人，遐就无去啊？关键是毋是安尼？县长，请说明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陈议员哈，对我们的好山好水，那充分的当讲咱的在所有平时哈生活爱国迄落咱的家己的兴趣。那垂钓这个垂钓鱼的这个鱼线呢，以这个渔船行驶会有影响，以及呢这个钓客安全的顾虑，行政院也召开过几次的这个会议这个我们的。开放呢会议还是没有共识，有关呢开放的垂钓县府会再持续的向中央来建议。安尼你听有我的意思无？馆长啊，积极的争取，这是咱宜兰县的观光财，咱的观光人数，人真济来愿意来宜兰钓鱼啊、佚佗，安尼拢袂搞，无意思啦。秘书长，爱去了解一下。唔通安尼啦，好不？对于水域开放，加咱那里垂钓这个方面哦，那钓鱼啊，怎么去协调跟苏澳港、乌石港各个钓场，哦，这里啦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以为说赶快去解决这一件事情了哈，好、哦，人家做的都很措施，那么是去开放啊，让各个大的山港拢去开放，结果呢，咱宜兰关拢去限制，唯一理由危险会死人。Monkey.